前，所以两三年的创作暂时就是放 demo 看一下那个市场的反应怎么样，如果是不错的话就再加以录制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不知道，重新编的。我乱说的。 OK， 那其实说因为你之前写过了很多的歌曲，我觉得说应该很多人都听过而且认同的，就是说我刚刚说的写给林建辉的啦，还有就是温丽明的啦，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种子音乐旗下的那些歌手唱的啦，还有快乐男生啦，你就是以后会不会因为你写给人家嘛，唱的这个反应都不错，有没有想过说以后就把这些歌拿回来自己唱？没有，没有啊，没有。你没有想说，因为自己唱，让你告诉人家说这些歌都是我写的？没有，没有，就这样子，知道的人就知道，知道了就算了。反而更希望写一些自己喜欢唱的歌。你最喜欢唱什么歌？我希望其实当初跟公司跟 Gary 跟我老板，就是我们第一次就是有这个洽谈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的理念很一致，我们觉得要做一些。不是很流行的东西，不是很流行，是结合流行跟一些，因为我本身很喜欢 innovation 的东西。OK。所以我们其实都一直迈着那个方向，不如迈向前。好，就是对啊，不一定是要商业的嘛，对不对啊？你可以杀出另外一条。所谓的不商业也可以变成商业。对对对。就是把不流行的东西做流行。对，你就要带动这个主流，让它成，你要带动这股潮流，让它变成主流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不敢说我要看这个潮流。那我觉得很重要，很重要，真的很重要。当初王力宏他也是这样子，真的真的。他当初他那时候他我访问他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：“哎，你的歌还可以吗？”然后我跟他说：“OK 啦，但是不是我喜欢的那种。Okay, ”但是你看他最后，他最后也变成商业主流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也是会有这样子的一天啊，我相信啊，音乐本来就是很个人的，一定可以找到自己的一个方向。OK， 那说到你的 MV，OK，、okay, 这支 MV 呢，我就很奇怪，那个导演为什么不让你演，只让你唱，而且还30分钟，你只是负责唱会，演的部分都不关你的事。对啊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你没有要求？有啊，我觉得你不够帅。可能吧。其实对于这个决定，当初还真的有一点介意，真的啊，有介意，因为觉得，为什么我的第一首歌不是我自己做主角呢？因为一方面我又很想要很爱演，很想要在 MV 里面演一下，然后看自己表现怎么样。对，那你可问过导演，为什么不让你演？导演。没有，可能他觉得这个角色更适合我吧。其实我今天看了这个片段，我觉得其实也还好啦，也没有说真的是完全不见了。对，所以你是其实也蛮会演的，我们就期待下一支 MV 啦。是吧？对啊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知道吗？其实当初跟家里人不开心的时候，其实你会觉得你自己一个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，然后这样一个不完全属于你的地方。然后你会觉得，加上家人反对，你会觉得，好像感觉蛮辛苦的，可是我也有想过要放弃，就是也有想过很挣扎，我应该要为我家人呢，还是要为我自己？然后经历了一些事情，我有这个机会去表演的时候，我发觉，其实我还真的，我觉得那都可以带给我快乐，所以我觉得，我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，虽然。对家人可能有一点不是太好，但是我只能够期许有一天，我真的可以有一番作为的时候，那时候就两全其美。对，但是我觉得说嘛，家人的这个关系呢，最重要是你快乐，他们就快乐。我觉得说这个相互的很重要的一个讯息的传达。最重要是你在这个音乐这条路上面，你真的是当歌手当得很快乐，创作得很快乐，那其他的东西其实不是这么重要，是吗？好吗？好，最重要是快乐嘛，而人生最重要就是快乐。OK， 不可以说不快乐，对不对？会砸了你自己的招牌。对，而且我是觉得他可能就看起来那么酷那么坦然，我是觉得他内心有很多想法。对对对。然后我相信多多少少，你知道这个。这样的一个开始，像你刚才讲，不知道未来会是怎样，多少一定有许多不安。对呀、啊。所以我一个劝告就说，以后不要想太多了。对对对。是啊，小朋友不要想太多了，先发了再说嘛。没有能控制的东西，你做好就对了；不能控制的东西，我们就走一步，你就不需要去担心。其他事情叫那个武警嘛，去烦就好了，好不好？
好，在这边谢谢李彦辉，谢谢。谢谢老师。好有气，大家可以看一下他写的歌词，我就觉得是真的蛮有深度的。然后这个我要告诉大家一下，刚才忘记提，这个王七祥很厉害，他原来是不太懂得玩乐器的，应该只会简单的吉他，可是他可以作词作曲，啊，真的很棒哈，是吧？是非常棒，所以呢，这是真的很开心，很开心看到他终于发片了。然后妈妈也不用担心，我们整班朋友会帮你照顾他。放心放心，马来西亚的娱乐圈没有这么复杂的哈。来来来，俊杰。其实就是第一次接触西洋就是全能班的时候，然后就觉得说，哎，这个歌手蛮不错，因为他的声音很有磁场，就是。他开口唱歌的时候，你就会被他那一把声音所吸引住，然后过后呢，就是跑了一些宣传，然后对于西强的印象就是好像刚才彦辉老师说的，他真的是在台上或者是在表演的时候，可能他会比较酷，但是他其实内心是很澎湃的，就是大家会在 MSN 的聊啊，然后我们就会开玩笑那种，他其实私底下他是很爱开玩笑、很爱玩弄的一个人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他在舞台上，就是应该是要装酷吧，就是音乐人嘛，就是有性格，对。第二张、第三张怎么变呢？是不是啊？是装酷吗？是这样子的吗？就是可能就是他还是新人吧，就是他还是要在他的舞台上，就是找到他自己一个定位。对。然后也是今天非常开心，然后预祝你就是专辑大卖。是，好嘞，就是。Joseph 就是这个 MV 的男主角嘛 ，Joseph 也是锦华公司的新人啊，是吧？锦华可以讲吗？可以了哦。来 ，Joseph。不是，没有关系，故意讲话没关系，可以用动作了。就是第一次接触西强的时候，也是在全能班，然后那时候也不是同步大认识这位西强，然后过后是一直跑宣传的。然后去跑通道的时候，就他觉得他这个人是，其实他私底下的时候是蛮多话讲的。反正就是坏的那个就对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发觉他的声音，就是我蛮喜欢他的声音，就是他的声音很有特色，很有感觉。对。然后听起来舒服。对，喜欢最重要。你这世上一定要有一样东西吸引人，这个是很重要的哈、哦。尤其是一个歌手，声音对他们来说更加是他们的这个武器。好，所以以后祝福的话送给我们的西强。希望你能够前面的路，然后走越走越好。对。然后唱给你大卖。对，会。好，好不好？在这边谢谢你们，大家拍一张照，好来。有时候我是比较客观的，你不是在写谁或谁的故事，或者是我自己的故事，我是写给大家的故事，或者情歌，给大家的感觉，跟大家感情的故事有什么关联？那你的观察度跟敏锐度都蛮高的嘛，对不对？你才这么年轻，然后就可以写出，应该怎么说的爱情？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歌词哦。我是不太懂啊，活到这把年纪，没有，我是经历很多感情，还是看不懂你写的那个。你是以怎么样的一个？你自己经历过很多的？没有。那你怎么去写一个客观的爱情？就身边的朋友的故事。身边朋友，他们是综合。对啊，就想象。结果满意吗？还好。但是后来老板叫你自己唱了，你觉得呢？那其实是有点担心吧，因为其实，在写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想说，这首歌可能写的大气一点，然后你要想象的画面是哇，很多人，那种感觉，然后可是当自己唱的时候，哎，包括彦辉老师，他也是有在顾虑说，我一个人的声音能不能 carry 这首歌。所以他在编曲的时候，他其实一直做这个，不是对，把它丰富了啊，还好，之后还好，对，还蛮不错的，真的。我觉得说嘛，一个创作的歌手啊，这个内心的感情呢，必须是非常的丰富的。我所谓的感情，不一定是说要有实际的经验才叫做有历练嘛，对不对？我想这个想象是非常的重要的，对，应该是想象力蛮丰富的。我是很爱胡思乱想的，很爱胡思乱想，这样就对了，这条路选对了。好，来，在这边呢，其实我们大家所有的朋友，希望说通过今天这样子的一个记者会，通过报章的报道以后呢，会有越来越多人认识西强的音乐，西强的创作，还有西强的人，好不好？好。